一个人不论怎么活着，都是一种人生。我们关注着剧中每一个人，甚至罪犯的命运，也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子民生活得更平安、更美好。若本剧能起到一点有益的作用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现在就到广州去，现在，就现在呀！现在，不是说明天吗？阿季叫你们现在就去啊！哎呀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去呀？你看，让严叔开车送你们去吗？哎，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我已经给他讲好了，钱都给他了。你去跟他们说吧，我们正打麻将呢。哎呀，不要讲了，现在就走啊！你把这些钱带上。啊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哎。你们就到翠湖酒店门前等他，他会来接你们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嗯，好，哎，哎，记住啊，是两辆吉普车，回来以后不要让他开到家里来，停到海边陈伯的仓库里啊，知道吗？记住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快走吧，走走。不好意思了，现在只有这个了。妈，等这笔生意做完，啊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一定请王老板到香港潇洒走一回了。那就看你了。明天一早5点钟出发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讲定了。嗯。哎，来。3号监控点报告，目标已经出动，已经跟上去了。知道了，王永健不动，你就不要动，明白了。朱厅长，3号监控点报告，阿昌和阿明把装货的车开走了，方向是黄石路仓库。看来，交货地点就是黄石路仓库了。我要不要带机动分队上去？先不急，再等一等，看一看他下一步的行动。喂，出去个小马仔，小郭已经盯上了。
车过来了。我的弟弟，喂，指挥中心，五号监控点报告，货已运到。喂，我是老贾。好，知道了，交给我们了。哎，你赶快去通知大家，目标已经来了，让大家注意隐蔽，严密监视。是，快去。喂，四号报告，目标已经到达，不过只是个小马仔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招待他的。快走吧，走走走。把门关上啊。啊，喂，指挥中心，他们来了，把货放下又走了。他们到底搞什么名堂？这两个地点距离这么远，一个在东边，一个在西边。也许他们故意搞得这么远，以防太集中了，目标过大。我们现在先不要管他，既然他们把货运到了五号目标，那咱们就把这儿当作重点，只要把货盯死了，就不怕他人能跑掉。严叔，你回去吧。谢谢，谢谢你了，再见了啊，再见了啊。强哥，那咱们是不是吃点？哎，我姐夫跟我说让我在这儿等，可他怎么没来呢？哎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咱去买点东西吃吧。哎，先去吧，去吧。啊，好，去啊，我去了，快回来啊。哎。二号报告，出现了两个可疑的人，从他们的车牌上可以断定是从南澳来的。安玉呀，什么事啊？安玉呀，嗯，办事处那边还有多少现金呢？大概还有20万吧，另外账上还有90多万呢。我走以后
你过去把钱取出来，然后到这里来等我。现在是9点钟，我要是下午2点还没有回来，你就马上离开。先到福州去，把我老婆孩子接走。这时候了，还有情有义？你给我好好听着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办出国去。我另外有一大笔钱在我老婆手里，事情办成以后，分一半给你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跟自己老婆亲。要是这笔生意办成了，我保证和他离婚。我保证。一定能成，一定。谁呀？阿明啊。阿明。九公啊。明甲呀。啊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货送到了，平安无事啊。那好，你叫上勇仔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哎。永健。嗯。小心点。嗯。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哦，黄浦东路。嗯，什么？又上了一个人，盯死他，寸步不离。哎，啊，好，有什么新情况及时报告。哎，就这样。黄浦东路，他去那边干什么？会不会是要跑呢？他们还没有交易，怎么会跑呢？这些大佬啊，从来不会自己出面的。也许交易已经完成了。有道理。哎，厅长，你看，可以再等一等。咱们以不变应万变，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嗯，好。哎，老板呀，啊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后门呀？后门没有，那就算了。阿明，你上那辆车。勇仔，上车了。勇仔，勇仔，快点上车呀！老板，你去做什么生意？你想知道吗？
哎，老板，有钱让小弟也赚一点吧。咱们后会有期吧。再见。好。再见。永甲呀，你信不信有什么心信呀？啊，没有。永甲呀，你还年轻啊，社会上的事情你还不明白。既然你爸爸把你交给我，我就要对你负责任呐。啊，人生在世，没什么也不能没钱呐。永甲呀，我会让你发财的。啊。姑父，我不想发财，我想回家。什么？生意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，你怎么能撤呢？啊，永甲呀，你去帮我装装货，数一数钱，然后我把工资给你，啊，你就可以回家了呀。是啊，他们让我等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说说啊，好没有时间观念啊，我还要养家糊口。他会不会已经走了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啊。那好吧，再见啊。哎，好的。问你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啊？刚才你们这儿来了三个人，两个瘦子，一个胖子，留着胡子，穿着短袖，在吗？你是？我是公安局的。他们已经走了。走了？把车子也开走了。什么车？两辆吉普啊。啊，吴大队啊。溜了，我不管，你把他给我找回来，找不回来你自己带着辞职报告来找我，听见了吧？你先把那个厂长给我扣住，把情况问清楚。对，啊，这个老狐狸溜了。小胡，你马上赶到汽车修理厂，一定要搞清楚他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除了两辆吉普车以外还带走了什么东西。是。小梁，到，立即调集警力，封锁一切交通要道。是。小王，到，向交警指挥中心通报情况，在各个路口查找两辆北京牌212吉普车。是。老严呐，再检查一下各个监控点的情况吧，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啊。是，老严，这件事先不要外传，以免影响军心呢。是。小王啊，接到指挥中心的命令，注意两辆北京牌212吉普车是否经过我们这儿，你有情况马上报告啊。好嘞。哎，小李啊，啊，严加注意两辆北京212白色吉普车，如果发现的话马上向交警指挥中心报告啊。好嘞，记住了啊。哎，我说老关呢，人家别的监控点热热闹闹的，哼，就咱们这儿
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怨谁啊？运气不好呗。嗯。哎，我说老关，你干这缉毒这么多年了，这毒贩子是不是都那么狡猾啊？差不多吧。这帮家伙和你们凶杀组对付的可不一样啊，虽然有时候也有暴力，但更主要的是斗智商。哎，我看这够难的啊。以后更难。嘿，这帮家伙一个比一个狡猾，越打他还越精明了。哎，我就纳闷啊，这国家对毒品的打击这够严厉的了，50颗就杀头啊，可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宁可掉脑袋也要干这一行，真是想不通。力大呀。记不清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利润达到300%的时候，人就不要命了。呵，看不出你还是个理论家啊。哎，全是会上听出来的。喂，是我。嗯，好，好的，放心吧。好，嗯，小贾，嗯，指挥部刚才来电了，王永健溜了，很可能就到这儿来。我说啊，你留在这儿，继续监视着，我过去协助一下阿娟。好的，哎，注意点啊。知道了。小姐了，我盯了你好长时间了，一个人寂不寂寞了？你给我走开，别来找事儿。哎呀，找什么事儿嘛，大家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？要不要我陪陪你了，怎么样？你再不走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来摸一下，哎呦，皮肤可真好。哎呦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马上滚。你给我等着啦。小伙子当心点。什么？想占你便宜？人家孤零零坐这儿，好人也给人看坏了。我这不是陪你来了吗？哎，刚才指挥部通知王永健很可能要回来，要咱们加强警备。好。哎，小刘，要注意周围的情况啊。哎，就这样啊。好。喂，指挥中心吗？我这儿暂时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好的，我会的，我等着他们。在南澳见过我，我得挂了。喂，挂了。哎，先生，这……哎，小敏，爸爸给你买个红车马，你看好吗？好的。你有什么事吗，先生？我想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五金店？哦，五金店啊，有啊，你出了门向右拐就到了。啊，谢谢。
他可能被发现了。怎么搞的嘛？到处出乱子。啊，他们是来接货的。啊，好啊，走了。哎，大哥，大哥。哎，嗯，你们先到对面饭店等着，什么时候接车？我再通知你们，好吧？报告，毒蛇出动了！快快！小姐，电钻多少钱了？138。38呀。哎，不用找了啊。中心吗？他买了10个提包，还有一把手电钻，不知道他干什么用的。对，我们一直跟在后面。他现在往黄石路方面去了。哎，好。这提包、手电钻是干什么用的呢？不管他干什么用，至少说明他们在广州还有事情要做。对，要是交易完成了，还买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嗯，这提包可能是用来分装毒品的，可这电钻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嗯，我啊，胡大队，怎么搞的？啊，你贵姓啊？免贵姓钱了。啊，钱站长，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说清楚，啊。我真的没有干什么呀。哈哈，没人说你有什么，但是，要是不把知道的情况老老实实讲出来，那可就真有什么了，明白了？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呀，真不知道。哈，看来刚才的话。你没听清楚啊？清楚了，那是两天前有一个女的来找我们，让我们给她说是，给她检查两辆吉普车。
们这是要上哪儿啊？哎呀，不要问了，社会上的事情不该问的你就不要问，不该说的你也不要说，总之姑父不会亏待你的，懂吗？姑父，我得上厕所。妈呀，马上就到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吧。做生意啊，时间最重要了，时间上差一分，那机会可能就失去了，你懂不懂啊？不要急了。哎，上午喝的水啊，比我一个月喝了都多，还得去。哎，我去。哎，不行，他不是见过你吗？还是我去吧。啊，你向指挥部报告。